各位亲爱的乡亲，各位亲爱的市民，这八年来你们过得好不好？各位亲爱的乡亲，这八年来国民党输掉了总统、立委、所有地方议会的选举，各位，我们过得好不好？过得好不好，这可能要问问新北市民的这个心声哦。周锡玮曾经担任过台北县长，再度回国想要服务新北市民，强调他要倾听基层民意。对于竞争对手现任的新北市副市长侯友宜的优势，周锡玮表示打铁还是需要自身硬。年底县市首长的选举，国民党必须要推出立场最坚定的候选人，才能够确保胜选气势。